天威。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殿太平，各位维新圣教。己亥千秋，王禅老祖普天，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诸眷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124位天皇朱建龄，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即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当下法会坛上构湖，堂上祖先朱祖灵，个人累劫冤亲债主朱祖灵，往生2100年。朱灵无缘住宿英灵及地基主朱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之无辜，怨恨染动，五阴杂裂之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11月，我们共修法会，距离2020年的1月1日祭祖大典，祖圣13天就到了。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们尊天华子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之和平而深谈，为名扬两界之解冤释结、消灾化解，45天的法会，也一一的呈现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天威，所以。这么多年来，37年了，
每当台湾或者地球任何一个国家有天灾有天瘟的时候，王禅老祖指示本唯心圣教，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宗旨，深谈恭送诸经，供养经宝，还请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及十方善诸士啊，依照王禅老祖指示，依照名扬两界所需要的唯心贤士同修在家修行，勤诵诸经经宝，这个功德天，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一一的示现给我们所有人类，都应该要了解。所以37年来，每当世界有天灾天瘟的时候，啊，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达到平安圆满呐。那么人类的战争啊，与灵界的战争、名扬两界的战争看不到，但是又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是众生的烦恼，十方大众的烦恼。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才传下了一部《鬼谷先师天德经》《风水真经》，还有诸经，以及佛说的诸经，要我们所有唯心贤士阶段性依照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众生的烦恼，一一的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样的话，结果到现在来圆满100件。所以100件的功德天，除了是王禅老祖的天威以外，也是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他的天命、责任和义务。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愿大力就大，你要愿大，一定要有实质的修行，我们的愿才能够发露出来这个力量。所以在37年来，100件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
都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天呐、啊。所以在昨天啊，我们维新圣教幻变学院所有法师恭送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维新圣教天鉴维新博士的天命的时候，这部经宣告法界，后年带着维新博士54位啊，共同发愿要圆满王禅老祖道教慈航16法缘48大愿的天命啊，与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48大愿相回应。所以老祖的慈悲，再加上37年来道教慈航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修行法仪，所以在昨天禀报天鉴维新博士天命这部经之后，天地务必大震动。结果在昨天晚上7:20在东北角太极天，在东北角地震了，7:25的时候在宜兰地区啊，5:多再加上前天太极天台湾东北角啊，时空的交汇因缘流星雨啊也下降，来回应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啊所盛世的啊王禅老祖的慈悲，要接引当下500位尊者回归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如来的世界啊，这个都实现在当下，也许巧合，也许天意，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维新弟子，我们要用心，要天地无我啊，所以我们的心与王禅老祖与佛与如来与圣神的心合起来统称为天心。所以王禅老祖掌中掌着八卦天心妙莲台，告知我们十方法界
都在八卦天心妙莲台，大五其外，细五其内，满宇宙虚空，包括把昨天的流星雨，这个流星雨的相会里面有藏着天机，这时空有2155年的轨迹，这都是在八卦天心妙莲台掌中。哎，所以王禅老祖代表每个人的心，每人的智慧，每人的灵性啊，所以掌中八卦长在我们的他胸口，告知我们唯心弟子们，每个人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分身和圣身。那么你要达到与王禅老祖的圣身、化身、化身、圣身合而一身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修行啊。王禅老祖啊所开示的16法缘、48大愿的圣法。禅机山唯心圣教一心道场在国立一，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都有福啊，我们能够在皈依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一步一脚印的修行，一步一脚印的实践啊，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在我们的世间，用在我们的家庭，用在我们的事业，尤其世界和平的法轮啊，必须仰仗王禅老祖八卦天心妙莲台所有的诸天圣神活菩萨、龙天护法啊，才有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当下任何一位贤者、圣者、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有同样的天命，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所以从昨天、前天我们这个修行的法仪，就在启示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承担的世界和平的天命，是我们的殊荣。老祖师尊的妙智慧啊，源自《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所以融为三元，
金丹法门，也就是合众连横。在中国历史以来五千年来，合众连横的祖师王禅老祖，当时名为鬼谷子，那是人世间的合众连横，战国七雄的时候合众连横，天下太平安定下来了。那么接着两千多年来，世界还是未平，这个就是灵界、阴界、这冥界啊的诸灵没有得到安宁啊，没有得到解怨自解，所以世界的各地人类与大地众生恩怨情仇也不断的发生，所以这是人类的悲情，要避免这些人类的悲情发生，务必要有一位大神他的心法妙法，才能够解怨自解、消灾化解，啊，达到心安和谐，而成为一块净土，名为极乐净土啊。所以极乐净土是教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的心那么的宽广啊，所以阿弥陀佛心究竟有多大呢？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一步一步的来阐述阿弥陀佛他所发的愿，愿大力就大，世间的人也一样，愿大力就要大，做事业也要愿大，要力就大。但是我们世间的做事业愿大，并不是完全的愿大，而是妄念大，愿大与妄念大差天地之别，所以愿大就是佛，就是神的心啊，提供一心啊，愿大念大就是妄念，妄念是有私心参在其中啊，那所以我们人事业常常所做的不如意的十有八九，那不是愿大。所以我们这一节我们就继续来为各位来阐述讲解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乐世界这一块净土啊。祝福各位。